谢谢Janice 的这个，你是我相信这个是在华人宣教士里面，然后曾经或者是一直在跟这个本地同工有很多的配搭的。那其实我到柬埔寨宣教的第三年我就把一些的柬埔寨的孩子，15位的柬埔寨的孩子是贫穷的孤儿的就把他们招到我的身边，我就跟他们一起住住了好多年，所以呢是。我对这些的柬埔寨的孩子包括是那个华侨的孩子有很深的感情，也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在这个的基础上是来建立这个对本土同工的这个团队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基础。虽然就是说这些孩子长大了以后。他们大多数都是那个从事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工作但是因为这样子呢，我就对本土的文化柬埔寨的文化有更多一些的了解所以呢是在作为一个宣教师无论在宣教工厂做了多少年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如何的把事工交给本地人。也如何的在让福音本土化我想这个是我们作为宣教士必须要去考虑和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是在跟本地同工这个的配搭和建立的这个团队建立的过程当中呢我的体会就是有几个的阶段有几个的要点那。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理解，因为理解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只有理解他们，你才能够明白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语言表达以及他们对信仰的回应所以呢，是我们是不能够用海外的那一套的。这一个的文化或者是教会的传统来就是来限制他们，所以在这个的理解当中呢，是就进一步的就是扶持是理解了他们的思维方法，理解了他们的背景，理解了他们的苦难他们的困难然后就是第二步呢就是扶持是如何的扶持他们把他们每一个都看成是神眼中的宝贝那这样子呢，就作为我们宣教士呢，就看他们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就从这个的文化的那个给他们的培养品格上的培养还有这个的属灵上的培养所以呢是这一个扶持呢，特别是在属灵上的培养。就让他们知道这一个的属灵生命是一个的成长的过程那第三点呢是尊重他们，是尊重他们，尊重他们是一个的主体，尊重他们在主的里面他们的独特的价值尊重他们有从神而来的尊严，他们的有神的荣耀在当中是那这个的尊重呢，包括就是聆听他们。的声音包括是采纳他们的意见包括是接纳他们的这个的不同的方式然后第四个呢就是信任因为一个的团队的建立必须有这个信任在我感恩是我们这个信任是因为神在当中是我们是服侍同一位的神。所以呢，是我们在财务上，我们在这个事工的计划，在事工的执行落实这些的重点上呢，我们完全放手给他们。所谓完全放手给他们，就是说我们只是做一个的督导的一个的角色。我们不限定他们这个钱是那个的怎么用当然他有都按照他们提出的。这一个的预算然后他们就把这些的
财务报告就发回给我们，那个的事工的计划也是，是他们建立的事工计划，他们是由他们自己去做，而不是我给他们计划。有很多时候宣教士往往是把我们的计划给他们，那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做了。但是我说我现在不是哈，反过来，我说你们没有计划我就不做，你们有计划我就做哈，是发挥他们的这一个的主动性啊，是啊那个啊是主动的投入，这是很重要的。最后一点呢就是体恤啊，体恤啊，因为其实在这一个的服事过程当中，他们也有软弱，也有灰心，也有沮丧啊，甚至有挫败感。这个挫败感呢，往往就是在于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同工团队的这一个的他们是同一个文化、同一个背景，但是他们也有矛盾的。这个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一个的一个理念哈那同时呢，他们也很希望宣教士呢的角色不仅是一个的他们的一个领导，他们很在意的是这一个领导是不是成为他们的爸爸妈妈。要说的是这个没有几个人然后是到了一个宣教工厂养十多个孩子，然后把他培养成未来的这个童工。你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来到柬埔寨哈，第一是语言上不通啊，那语言上不通，第一你要去学语言，第二呢，你也要培训一些孩子可以做你自己的嘴和做你的眼做你的眼睛做你的嘴巴，做你的腿是让这些的孩子呢是可以来丰富就是自己的这些的不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事工的开始你必须是有一些的本地的元素在当中虽然我开始的时候做的是华人的事工是华语的事工但是呢必须要有本地的元素在当中所以呢是那个尽管这些的孩子当初他们进来的时候大多数都还没有信主的，因为那是二十多年前了那是二十年前了，不是二十多年前，二十年前是柬埔寨的这个福音是刚刚开放所以是他们是不可能是一群已经成熟的这个的孩子那但是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在经济上，他们在教育上，在那个品格的塑造上的需要所以是想到要就是这个的福音事工的一个根基，从一个根基到发展的那个角度来思想。是这个并不是现代宣教士在是先到的一个地方然后去收养孩子，然后这个花很多时间呢，你要跟他们一起住。对啊，花很多时间呢，有时候深更半夜我睡着了还要被他们弄醒他们两个吵架那个要我跟他们摆平因为孩子吵架了肯定是经常的事情他们生病了，他们是他们那个的皮肤病那些的肠热病就是拉肚子会传染的那皮肤病也是哇，一开始的时候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哇，是我用水来烧那个水来给他们洗那个的床上的用品带他们去医院有没有哪一个孩子使你失望的？当然有啦，我把我的心给撕碎了。是这个孩子，今天我前两天我还在尝试联络他我说他已经结婚了做爸爸了但是他仍然的是没有从那个软弱中走出来就是那当时我们就是一起住嘛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从第一阶段的这个青少年的培育中心提升到一个的就是一个的本土童工的一个培训是等于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开始培训他成为一个本土童工所以这些是学生中心，他就是你收养，但是不是跟你住在一起？对，他们是24小时跟我一起的，但是
就在一个深更半夜，我就被邻居给吵醒了，他拍我的门，是 按我的门铃，哇，打着那个手电，拿着那个棍子，哇，吓死我了哈，是啊，然后他们就说是有贼啊，那个看到他们有贼进到他们的屋子，然后这个贼啊又看到这个贼就进到我们的院子，就是邻居哈。那个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孩子都叫醒了哈，然后就让他们看是谁是你们认为是那一个的贼，结果他们就指出其中的一个。哇，你看我当时在这个的没信主的，在这个外邦人的面前，我简直就是那一种的五雷轰顶的那一种的感觉哈。但是深更半夜嘛，那个是两点多哈。我就那个邻居也是很好了，因为他们也是平常他们也跟我们有就是打招呼啊，所以呢就说好，他说我把这一个的孩子你就帮我看住他，不要让他跑了啊，第二天我才来处理。说第二天我就带着这个孩子就去跟他们道歉啊。但是这个的因为邻居他是一个的警察局的一个高官，所以呢他就跟我说，他说如果我不是看着你的面子，我就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我听了我就很害怕哈，我就很害怕哈，那我就不断的跟他来道歉哈，是那个的那个警察那个的那个官跟他的姐姐他就说对不起，因为我们已经报案了，所以呢是这一个的你的这个学生必须要到警察局去哈。那当时呢我就很难过哈，因为那个时候的柬埔寨的文化，抓到一个贼就是把他打死，就这个是当时的柬埔寨的一个的社会的风气啊。所以呢经常是看到在马路上在社会上看到被打死的贼，更何况就是说那个的把他捉到那个警察局去了。哇，我一下子我就忍不住我就哭了，我当时我就哭起来了，就在他们的面前就哭起来了。那个警官的姐姐了，他看见我这样子他也受感动，他就抱着我他说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我们只是把他带去这个的警察局你不用担心哈，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们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情哈，因为那个确实是人赃并获哈，那你就把人带去警察局哈，我说你可不可以把我答应我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事情，我说你们不能打他，不要打他哈，他说可以。你想想一个宣教士去到警察局把自己的学生所要培养的人把他从警察局里领出来，你看这种的心情是怎么样，而且回来了以后他也不能够住在一起所以这一个孩子一直到现在他现在都不能够走出这一个的软弱。所以呢我就因为这是个孤儿所以呢我对他也特别的有感情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的经历。